想要找他，然后其他人好像就有点被我忽视了一样，因为我们都很忙，然后其实很少有时间可以这样整天聚在，几乎除了以前开始之外没有这样的时间，然后就自己就下班，正妹图，就是个大人，对，就是严格一点讲，就是老人。还正妹图，所以就发觉超有话的。露西，比如说，其实我们花蛮多时间聊工作的，工作居多。嗯，对，就是说我们就会一起讨论说，哎，最近演戏的心情，你看到哪个演员就觉得说，他都没进步吧？当然，有些演员进步很多，我们也是花，对不对？花都给自己挑，谁进步？就我跟他讲，我觉得一样，都进步了很多。对，我觉得说六年、六七年没有跟他拍戏，就觉得说。他有跟我讲哪个导演的好人吗？会很容易激发演员的潜能的导演。所以我表现不好嘛，他有一点的话也是应该。但我比较想问他，就我啊，就我吗？这样不记得演员。我们都比较多讨论是别人怎么演戏的方法，然后或者是因为演戏分两种，一种是技术技巧型的，一种是表演，我们都会比较了解。会不会想去做网赛？哦，我超想，超想，我今天也在想这个问题，因为一定很不一样，跟以前演起来一定感觉超不一样。对，而且我那时候跟你演戏的时候，你好像还没有发现是我没有拍照。对，我还搞不清楚状况，对不起，踩到谁了？对不起，就我第一次跟他，就是，你知道一般的聊天和你交心的聊天是不一样的。第一次跟他聊天，就是忍不住想要跟他说，你知道你很有演戏的天分吗？因为他那时候还蛮比较新，然后因为我就想说，不知道他自己知不知道，还是只是我认为啊，其实是很个人喜好的，就觉得说，哎，他蛮好，然后他就说，是吗？对，等一下，我是比较笨啊，就是这种讲的都很难学啊，我找不到，就这类的，我就说，我就认识他的时候想说，他以后就是一天一直接触的，就每步都跟他的主管讲，就觉得，我想做。女生放下，你看，哎，狂飙哎，狂飙哎，今天，不是啊，我喜欢的是男的，我今天不是放下，瑶瑶会唱，然后有点不太好，他很少会跟女生一起放下，他现在放。好吧，他脱你衣服来，他穿两件，
没有一个下火，然后但因为我当时对我的儿童比较光亮。快烧啊！新手大礼，今天要出来吃。对，它看起来就很可爱啊，而且感觉高了，绝对就是它，不是它还有什么？就跑了它了。好，谢谢 ，OK， 台上呢，感谢我们这个超级好朋友，谢谢瑶瑶跟乔乔。